救护人员把女童送上救护车，不断用手实施 CPR 抢救，并火速送往医院。这位两岁大的女童七号跟着母亲回到花莲卓兰乡立山村的外公家。下午四点多，女童和姐姐独自在家门口的空地玩耍，一次不小心，女童就跌入100公分高而且装满水的蓄水桶里。姐姐见状，赶紧大喊：“妹妹掉到水桶里了！”家人听到，立刻冲出来把女童从蓄水桶里救出，不过已经没有生命迹象，父亲立刻 CPR 急救。蓄水池桶里疑似有民众掉落而溺水，家属发现后将其救上至门前，呈现无意识、无息、无脉搏情况。救护人员接手后，快速把女童送到花莲玉里荣民医院，但医疗团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，女童最后还是回天乏术。妈妈表示，当时在家里处理家事，两个小朋友在家门口玩耍，不知道为什么妹妹会掉到蓄水桶里。警方目前正在调查详细的事发原因。记者刘吉娇、吕怡杰，花莲报道。